該同學，首先咧，好歡迎大家今日嚟臨我哋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主辦優質教育基金贊助第三屆嘅歷史文化學堂《文化的碰撞：當東方遇上西方》。咁今日咧係呢個項目裏面嘅廣播劇實踐訓練。咁大家都知道有咩用啦。咁上一次咧已經有同學嚟過啦。咁我咧就係文聯會嘅秘書長侯淑琪，喺呢度咧係我代表文聯會歡迎大家嚟臨，多謝。咁咧今次咧就我哋係好榮幸咧係請到一個資深嘅傳媒嘅人啊，姚秀玲女士，聽間咧佢就會為我哋同大家嚟到做呢個廣播嘅培訓。咁希望大家咧盡量利用呢個零鐘頭咧係投入，同埋咧喺阿姚女士身上咧落學多啲嘢。好啦，多謝大家。跟住落嚟，我交餘下嘅時間俾阿姚女士。多謝。Hello， 唉，有回應真係好啦。我仲以為驚住啊出邊好熱，咁跟住行入嚟咧有啲涼風。咁就好容易咧，就係嚇搖搖欲睡咁樣樣，係嘛？但係咧就見到啲同學仔著住校服嚇，同埋啲老師可能有啲家長或者有啲學校嘅一啲嗰啲可能校長啦都會在場啦。咁現場咧見到好多同學著住校服，係咪啱啱放學啊？趕嚟呢度辛唔辛苦啊？嚇？聽不到嚇，好驚渴哦，冇帶水嚟，咁同埋呢個禮堂可能都係即係唔方便飲水。咁我都係一樣，我其實同你哋一樣都係好頸渴嘅嚇。咁但係咧，我而家都要忍住個零鐘頭，因為咧其實可以話俾大家聽，我咧就大家知道見到我個名啦嚇，我叫姚秀玲啦。咁啊，唔知道你多數都唔識我嘅，不過唔緊要嚇。如果你想查我的資料咧，就將我個名擺上去 Google 咧，你就會揾到我個名噶啦。咁咧，我首先介紹一下我自己啦嚇。咁我咧就嚟自呢一個傳播媒介啦嚇。我做咗呢行幾多年咧？咁我記得上個禮拜咧，有啲同學仔咧就嚟參加咗個電台工作坊嘅。有邊啲同學仔係上個禮拜已經嚟咧？上個禮拜五嚟咗嘅，舉手。咦，大部分都嚟過噶咯喎嚇，咁上個禮拜咧有個前輩嚇 Eric 嚇鄭啟泰先生咧同大家咧就講咗個工作坊，講咗同大家講咗一啲咧就關於點樣咬字啦，點樣用聲啦，點樣講嘢個技巧啦，係咪？咁我今日咧就好唔同，我哋講廣播劇。咁點解揾我嚟講咧？咁我輕輕講下啦。咁我自己咧，喺我嘅人生裏邊咧，我有四分一世紀咧，就喺一間歷史好相當悠久嘅一個電台咧，工作咗四分一世紀。大家知唔知一世紀幾多年啊？四分一世紀咧？25年啊！啲數學計得幾快啊！25年咧，即係話我喺間機構咧工作咗25年。咁喺25年咧，我係一間好傳統嘅一間電台啦。咁啊做咗唔同嘅工作崗位，而我大部分嘅時間咧都係做呢個廣播劇嘅。咁所以大家估唔估到呢個電台係邊一間電台啊？歷史最悠久嘅亞洲電視啊？咦？嚇？執咗粒噶咯喎！亞洲電視。新城電台 R 字頭的 RTHK 沒錯啦，就是香港電台。大家知不知道香港電台成立了多久？沒人知道，答中有獎，即刻查啦，即刻上網 check 啦。香港電台呢就是1928年的咁，所以到現在呢差不多88年歷史㗎啦，嚇好老㗎啦，老過我同埋在座好多位
的老師或者校長咁樣噶啦嚇。八十八年歷史的香港電台，我就在呢間電台工作了25年。咁喺25年裏邊咧，我就好大部分嘅時間咧都係做廣播劇嘅工作。所以如果你係未聽過廣播劇嚇，在座同學嚟到呢個工作坊係好想學下點樣做廣播劇，係咪？但係如果你係從來冇掂過呢個廣播劇，或者冇聽過呢個廣播劇，唔緊要，只要你上去香港電台呢個網站，因為佢個網站咧，佢聽重温咧係唔使錢嘅。咁你就可以聽你中意聽嘅廣播劇，揀你中意聽嘅劇種嚟聽。咁你撳入去咧，你會聽到我嘅名喺裏邊有好多嚇，因為我做咗好多嘅廣播劇喺裏邊嚇。咁係存放咗喺我哋嗰個我哋叫圖書館啦，係聲音檔案嘅圖書館啦，已經有20多年歷史噶啦嚇。咁而家每一個晚上咧，其實佢都仲播緊一啲重播緊一啲嘅廣播劇咧，都係我以前一啲製作嚟嘅。廣播劇就是很特別的一樣嘢嚟嘅。咁我除了在呢一個香港電台做了之後咧，咁跟住咧我就曾經亦都去咗英國廣播公司啦嚇，呢個 BBC 啦嚇，一個亦都係喺世界上好具呢一個公信力一個歷史亦都好悠久一間電台咧，裏邊係做訓練嚇受訓嘅嚇。咁我受訓嘅主要咧就係做廣播劇嚇，做立體聲廣播劇嚇。咁我喺2000年，即係千禧年嘅時候咧，就係喺嗰度咧，就係做係受訓練嘅。咁之後咧，我就係去到一間大家見到啦，啊前邊有個頭先有同學講咗 DBC 三個字，呢間電台咧數碼電台咧，即將咧就即已經將個牌咧交翻俾政府，咁係會停運噶啦。咁但係呢間電台咧，亦都係我喺我人生裏邊咧，我做咗2年幾嚇。在我人生裏面是做了一個雖然很短的歷史，但因為它是新的電台，比起香港電台、新城電台或者商業電台，它們是比較新的，它所有用的所有的設施、所有的音響器材、科技、這個數碼廣播都是新的，而且它的音質是漂亮的。咁可惜因為一些原因啦，咁呢間電台不可以營運啦，咁樣咁但係咧，呢間營喺呢間電台裏邊咧，文聯會啦，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咧，都做咗好幾個一啲嘅廣播劇啊、普通話嘅講故事啊，都喺裏邊咧就做咗好多呢一啲咁樣嘅練習同埋啲節目咧出嚟俾大家聽嘅。好啦，講咗咁耐，問下大家先，廣播劇有幾多人真係聽過？落去先。上次我記得好似有人好踴躍就話我聽過，我聽過。咁今日咁靜嘅咧，係咪唔敢打？哦，呢個你想講，問下先。OK。你講你咁樣似條問題。哦，你唔知我問題，你就揾答案。邊個聽過廣播劇啫嘛？有啊。嗰啲即係之前。電台有時播有啲人，那套唔記得咗咩名字。之前有人講過，就係有兩把聲喺度嗌緊交，咁有一套唔記得咩？哦，唔記得咗名嘅廣播劇。係聽過，係啦。除咗呢位同學仔之外，有冇邊個同學仔有聽過啊？你可唔可以大聲啲，好似阿鄭啟泰講，用口多屎嘅聲音？講出嚟聽過咩廣播劇？新聞。新聞啊！新聞係咪廣播劇啊，同學仔？係。新聞咧就係電台廣播其中一樣嘢，但係就唔係廣播劇。廣播劇有冇同學會誤解咗係啲乜嘢？知唔知係咩係廣播劇啊？有冇人知啊？嚇？用口講嘅劇集。沒有影像的劇集。因為他看不到那些肢體語言或者表情動作，所以是演繹得要更加生動，他才會知道他那個情緒的變化。那你們上次是不是有些同學來過，已經做過一次的廣播劇了？好不好玩啊？好玩。今天想做啊？想。不想啊？大聲啲！想。
得呢幾位同學啫喎，後邊嗰啲咧？哇！嗰啲歐巴去咗邊度啊？歐巴啊，嗰啲啊，嚇、啊！我就係叫做阿則斯噶啦。歐巴有冇嚟啊？今日有。哦，你都好出名喎、啊，歐巴。歐巴上次有冇上台啊？你？冇啊！今日我一陣間會特登會邀請佢上台。好啦，廣播劇冇錯啦。有啲同學咧就講咗一啲廣播劇嘅精髓。廣播劇咧其實咧就係頭先都講咗嘅嚇。好多人咧都唔係好清楚乜嘢係叫做廣播劇嚇，拗曬頭。有些話新聞咁樣，咁新聞咧就係、是、新聞咯，嚇、啊，即係每日發生嗰陣事啊，啲咩世界大事啊、香港嘅時事啊嗰啲叫新聞啦、啊。咁新聞咧只係廣播係電台嘅其中一個元素，就唔係廣播劇嚇。咁、啊、有同學咧就誤會咗啦。咁咧其實咧乜嘢係廣播劇咧？頭先有同學仔咧就答得幾好，佢咧就話廣播劇，佢講咗廣播劇一啲特色。廣播劇咧就唔同其他嘅劇，因為大家睇電視睇電影，你就會見到有演員啦，係咪？見到佢會著咩衫啦，見到著咩鞋啦，梳咩髮型啦，用咩化妝品啦，嚇、啊、或者用咩手袋啦，嚇、啊、或者佢喺咩環境嗰度？廣播劇咧就唔同，乜都冇，真係乜都冇，係白無。乜都冇，只係咩？得把聲，冇錯，就係得把聲。所以一陣間咧，要用你哋嘅聲音啊，得把聲啊，即係用聲音去演繹嘅。咁咧有人嘅聲音啦，嚇、啊，即係有演員啦，嚇、啊，呢、這個廣播劇。咁跟住有啲咩咧？呢啲係咩？環境聲，環境係咩啊？風聲。敲門聲、海浪聲、咩話？哦，歡呼聲。嗱，頭先我哋同大家講環境，所謂環境咧，頭先你講嗰啲係發生喺現場效果味道。我哋講環境，乜嘢係環境咧？呢度就係環境啦。呢度係邊度啊？禮堂，禮堂就係你呢個劇發生嘅環境，就係、是、各位在座喺度坐喺度現場參與嘅環境，呢、這個叫做環境嚇。一間禮堂喺禮堂做咩呢？原來有一個工作坊嚇，咁、啊、呢個叫做環境。譬如我哋聽到浪聲，你會諗到咩環境啊？海灘啦、啊，仲有呢？大海啦，如果我哋聽到有啲雀仔叫咧，樹林啦，哦，屋企樓下嘅公園啦，可能你屋企都有隻雀仔，因為你預咗養嘅嚇雀仔聲嚇、啊，環境啊個公園啊，咁究竟可能係嗰、那個男主角同個女主角嚇、啊，或者同爹哋媽咪落去公園玩啊，中秋節又落去點燈籠咁樣。咁就係喺公園度玩，咁公園嗰個咧就係、是、環境啦。大家分唔分到啊？係啦，呢、這個叫做環境聲。咁你諗下，究竟你個廣播劇發生嘅地點叫做乜嘢？咁啊，原來叫做環境。咁你又要決定你個劇本嚇嗰、啊那個環境係發生喺邊度咯喎？好啦，環境之後要加啲咩咧？現場效果啦。啊！現場效果啦，咁現場效果頭先大家聽到啦。譬如係啦，步行嘅聲音啦，嚇、啊、行路嘅聲音啦，嚇、啊、仲有咧，現場大家而家聽下呢個咩聲？係咯，你講嘢嘅聲咯。仲有咧，有啲人抄低嘢嘅聲音咯，好細聲嘅。仲有咧，凳嘅聲，有啲黏黏硬硬啦。係啦，有冇人食嘢喺度？聽唔聽到？冇係嘛？有冇人飲水啊？
頸渴啦，有冇飲水啊？嗱，係好可惜，我都好頸渴，但係我都冇水飲。呢杯水咧係唔飲得嘅，因為我喺洗手間呢就斟出嚟，一陣間做動即係做呢個現場效果嘅嚇。現場效果，現場效果就即場做嘅啊，即場發生，即場要做出嚟嘅，呢個叫現場效果。大家分唔分到環境同埋現場效果聲啊？分到啦嘛，係嘛？即係話你去公園咁啊，公園啦，但係公園裏邊有雀仔啦，可能有啲有啲姐姐嚇，啲彬彬姐姐喺度傾偈啦，喺度食嘢啦，喺度傾偈，喺度玩啦，係咪？可能有人喺度踩單車啦，有人喺度可能喺度捉伊恩啦，咁呢一啲咧就叫做現場效果啦。OK， 除咗現場效果，有啲乜嘢添啊？好多時候咧，廣播劇咧仲有一樣嘢就係音樂，就係話你用咩劇就配咩音樂。我有配樂，咁呢啲元素咧就係、是、組成廣播劇，全部嚇、可以話俾大家聽，全部咧都係聲音嚟嘅，用聲嚟嘅，真係得把聲啊！所以咧要做得好認真嚇，咁、咧由呢啲咁樣嘅元素組成咧，我哋就叫佢做廣播劇，係利用大氣電波嚟放送出去嘅。咁你哋可能學校啲同學仔可能會唔會你哋喺你哋嗰、那個學校裏邊有校園電台啦？你哋有冇做過校園電台嘅廣播劇啊？今年做完啦，咁你陣間好有經驗啦，嗯？我就會做。咁如果你學咗呢個工作坊咧，你翻去咧就會啊，你可以教其他同學仔啊點樣做廣播劇嘅咯喎。OK， 咁啊，大家知道乜嘢叫做廣播劇啦嚇？唔好再答我係新聞嘅喎。我記得上一次都好似有人答係新聞係嘛嚇，大家可能真係好中意聽新聞都未定，但係新聞咧並不等於係廣播劇，係完全唔係嗰樣嘢嚟嘅。廣播劇就係劇，係有故事性嘅，係有人物嘅，係有情節嘅發生嘅，這個咧先至係廣播劇。好啦，廣播劇有三種。好重要的元素，估下咧，你覺得有啲咩先啊？聲音啊，得把聲嘅啫噃。最先咧，冇錯，有劇本，冇劇本冇得演，嚇冇劇本就冇得演，所以一定要有劇本。我相信可能在座同學咧最頭痛就呢樣嘢啦，劇本咧。點嚟㗎？要寫出嚟㗎嘛，係咪？真係一個字一個字寫出嚟嘅喎，劇本。跟住啦，有演員啦，飾演個角色啦，嚇。咁在座同學咧去參演一個廣播劇嘅時候咧，可能你哋又係寫劇本嘅人，又係演員都未定嘅。OK， 仲有一樣嘢係咩啊？頭先都其實都提咗㗎啦。三重要的三元素，有劇本啦，有人啦，講冇錯，俾個獎你先得。音響效果同埋配樂嚇，呢一啲咧就係組成最重要嘅廣播劇嘅三個重要嘅元素。OK， 咁好多人同學仔就會問啊，我哋點樣寫？廣播劇本咧點樣寫好咧？諗緊點諗咧？假設咗個情景，個情景點樣假設？即寫翻個故事大綱。個故事係點樣嚟咧？點樣有個故事先啊？想像。想像創作嚇。創作咧就係、是、一個劇本一個來源，咁啊最緊要有靈感啦，係咪？點樣寫廣播劇咧？得唔得人驚？咩嚟㗎呢個？腦震盪！我而家咧就想同你哋做個腦震盪，好嘛 ？Brainstorming， 可能好多老師
啊，都同啲同學仔試過嘅。咁我哋咧，通常咧，我哋做廣告劇，如果鼓勵啲同學仔去創作一個劇本啊，去創作一個劇本嘅時候咧，我哋咧就用呢個方式。咁呢個方式咧，本身咧係1930几年嘅時候咧，係一個美國人去發明嘅。佢發明嘅時候點樣咧？佢係用有一班人放喺呢度嚇，呢度有2、4、6、8、10個同學仔喺度。呢十個同學仔咧就係呢一個群組啦。咁呢十個同學仔喺度做咩咧？就佢哋咧起一個題，起一個題，然之後咧佢哋而家積極咧去諗個劇本發生嘅事，發生嘅情節。嗱，而家可以試下咯喎，就係話我可以由呢位同學仔開始啦，呢位男同學開始啦，我俾個情景佢，然後咧佢就開始發展個故事啦。中間我哋唔好停，唔好停，唔好俾佢停。佢講完，即刻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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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接上去嚇，睇下我哋呢個故事咧可以發展到幾多，好嘛？試下先好嘛？好啦，起個題先。話說喺2016年9月27日。下午6点钟的时候，在这一间耀中国际学校礼堂里面，忽然之间在这个时候发现了有一个人物入了来。这个人物他叫做小智。小智当他走入来的时候，那些人发现他没手没脚，只有一个头。哇，恐怖剧来的，没手没脚只有一个头。跟着他竟然擘大口说话，他说嗱，今日我同大家介绍嘅就系要点样做广播剧啦！哇，小智做广播剧啦！跟住全部人都吓到呆晒口。你有冇呆到啊？好啦，呆咗之后点啊？跟住就，跟住小智就去上到台嗰度咧，就大叫一声。大叫一声。小智大叫一声，然之后，因为原来个小智系披住个隐形披肩，披咗件隐形披肩，小智死咗，忽然间小智死咗，全剧终，全剧终，呢个只系。一個玩笑嚟嘅啫，小姐突然間咧落台，跟住掂咗一個嘢，跟住全部人死曬。哇！呢度全部人死曬啊！哇！咁咪好大件事。好啦，睇下呢度先。你又點啊？結果有人將阿小智個頭掹咗落嚟。將小智掹咗頭落嚟。O K。震到佢個腦震震。之後叫只比加超嗰個冚花頭入去，我比加超冚個頭。叫比加超攞下頭出嚟。
攞翻個頭插落嚟。哦，比家超又攞翻個頭插落嚟，跟住個同學嗰邊好踴躍喎，舉手喎、哦，遞個麥俾你嚇，好，你講。跟住咧，小智咧就唔教講播劇啦，而改教大家點樣玩 Pokemon Go。去劇中，多不中。咁話說咧，玩呢個 Pokemon Go 咧，大家都知係一股熱潮嚟噶啦。小智咧，突然之間就教佢哋話，其實 Pokemon Go 係唔啱我哋依家呢個年紀嘅小朋友玩嘅。點解咧？點解咧？因為咧，好危險嘅。因為咧。這個遊戲呢，玩那個病毒的傳播率太高，這樣呢，會令到人怎樣呢？會令到他們很熱情去捉那隻什麼啟暴龍，但是對我來說，我都對這些東西沒興趣。記住咧，呢一個遊戲咧，所謂腦震盪遊戲咧，係唔使合理嘅，唔使合情，唔使合理。最緊要就係你有嘢講，你只要肯講就得噶啦。OK， 肯講出嚟，掉啲橋出嚟，同埋咧唔使驚人批評你，因為咧係冇得批評嘅嚇。之後哆啦 A 夢帶住大雄一齊出咗嚟啊！阿小哲突然醒來，就發現呢個係一場夢，但係突然聽到房間外有敲門聲。之後佢發現呢個敲門嘅人係惡霸。我爸衝過嚟攬住你啊！我爸衝過嚟攬住小智。之後突然間有個得個頭冇手冇腳嘅細路仔行入嚟咯，跟住我爸收服咗佢。同小智打對決，同比卡超，唔係啊，嗰、那個無頭冇，唔係係咯，嗰個細路同比卡超打係啦。之後小智請佢食提子。睡不起，之後王子過嚟錫佢，跟住醒咗。跟住小智見到呢一幕就嚇到醒咗，原來係最後一場夢中夢嚟嘅。
好啦，原來咧啲同學仔咧，你哋嘅想像力咧都好豐富，但係又好殘忍喎、哦。冚棒都應該係冇手冇腳，因為冇頭。哇！應該係瞓覺，你哋一定係好中意瞓覺㗎啦，係咪啊？嚇！同埋咧，好中意代續，諗唔到啦，諗唔到啊，留翻下一次先代續。全劇完添，嗰啲仲話行到呢度全劇完，後邊咁點樣咧？嗰邊點樣樣咧？嗱，呢一個咧其實係一個方法，呢、這個方法咧就叫腦震盪。咁好多時候咧，啲人度橋啦嚇，因為我自己都寫過劇本嘅嚇，寫過電影劇本嘅。咁我哋都係困獸鬥，韞喺裏邊，韞喺間房裏邊，大家就冇嘢，就喺度大家抌啲橋出嚟，掟啲橋出嚟。通常咧，我哋就會有人寫低嘅。即係佢講過啲乜嘢，佢講過啲乜嘢，寫低。寫低之後咧，大家再睇翻。講嘅時候我哋唔會重睇嘅，但我哋完曬啦，傾完之後啊，大家好攰啦，再睇翻之後咧，揀啲精髓出嚟，然後將個精髓再發展做廣播嗰個故事嘅內容或者係嗰個情節。咁呢一個咧就係一個創作嘅過程。咁咧我睇到頭先咧啲同學仔咧，首先我覺得佢哋好怕醜啦。比較怕醜啲啦，有啲就冇咁怕醜嘅嚇，有啲好怕醜，哎呀唔好啦，特別係啲高年班嘅同學，越高年班啊，越高嗰啲咧，歐巴啊、昂尼啊嗰啲咧，全部咧都係即係比較怕醜少少嘅，反而咧啲同學仔成小學嘅同學咧就比較活潑啲嚇，咁怕醜。你哋想像力豐富，我都相信係嘅嚇，你哋勇敢，你咩都肯講嚇。咁咧呢一個咧就係腦震盪嚇，咁咧如果咧各位咧老師嚇、啊，你哋翻去上同啲同學咧可以試下玩呢個遊戲，就係、是、大概唔好太多人，因為呢度現場實在太多啦。咁呢度已經成幾廿人，有啲百幾人，咁啊玩唔到呢個遊戲嘅嚇、啊。大概咧可能十個人啦，但一定係兩個人以上嚇、啊，兩個人至到十個人到啦，大家掟啲橋出嚟，講諗到乜嘢就講，諗到乜嘢就講，一個字不過，唔好俾佢停喎、哦。唔好俾佢停，同埋唔好批評佢。然後等佢個量掟曬出嚟之後咧，慢慢咧去揀一啲咧覺得得意有趣嘅環節嚇、啊。哦，原來當呢一個小智加比加超遇上叮當同大雄，跟住有啲乜嘢發生咧？咁一陣間我哋做實習嘅時候咧，我哋用呢一個叮當大雄嚇、啊，當叮當遇上比加超，好嘛？這個題目呢就是剛才你們同學呢同學仔在發掘出來的，好嗎、啊、這個呢就是一個其中一個呢，大家可以想一下怎樣去寫一個廣播劇。那這個寫廣播劇的時候，很多時候呢我們呢就用了這個方式啦，又或者有些呢就是可能老師或者是一些大哥哥大姐姐已經想到一些內容啦，或者想講嘅內容啦，或者係有啲背景嘅，譬如講我哋講歷史嚇，歷史文化學堂可能同啲歷史有關嘅，咁有啲咩人咧嚇、啊？你話秦始皇見到小智會點咧嚇？會傻咗係嘛？啊，呆咗，唔知發生咩事係咪？係啦，咁啊又或者孫中山先生見到叮噹又如何咧？點樣用佢個百寶袋咧？咁呢一啲咧就係你哋用你哋嘅想像力去發掘。同學仔一啲嘅思維咧，去寫嗰個廣播劇，去創有一個創意嘅廣播劇，就唔係淨係純粹咧攞住一啲事蹟嚟寫，咁呢個會有啲多啲突破啦。咁呢個我哋係用呢個方式係可以做到嘅。咁跟住咧，我哋就問下同學仔啦，問啲咩咧？寫個劇本嘅時候咧，會寫故事大綱嘅。你哋作文會唔會起大綱噶？會唔會起草啊？做草稿啊？唔會啊！問下呢邊先，呢邊比較靜啲嘅。你哋會被逼噶？咁慘啊！你哋咧作文嘅時候會唔會有起草噶？會啊！會啊！咁咧，我哋通常咧就係會寫個故事大綱嚇，諗下故事寫啲乜嘢。咁頭先講啊，有咩題材啦嚇？頭先我哋睇到啦，我哋依個文化歷史文化學堂就當東方遇上西方，一定係東方嘅嘢加埋西方嘅嘢啦嚇。我哋有叮噹嚇啲亞洲文化嘅嘢，都係東方嘅嘢係咪？咁遇上西方，我可能見到有呢、這、一個吸血殭屍係咪？咁又唔同噶咯喎嚇。咁啊題材，
你哋可以去發掘。仲有標題啦，乜嘢標題呢？就係、是、劇名。劇名咧好難改嘅。咩話？要改個吸引人嘅。你覺得有頭先我哋個廣播劇可以點樣改個名字可以吸引人呢？又有小智，又有比家超，又有叮當同大雄啦。俾十分鐘諗下。俾十分鐘你，好，俾十分鐘你，一陣間諗個好名俾我哋啊！要吸引人嘅嚇，諗、啊、一個標題吸引人嘅。嗱、啊，大家記唔記得好多年前，可能代代同學仔又唔知啦。有一套電影嚇攞咗好多獎嘅，嗰套電影咧就叫做。無間道，無間道有冇睇過啊？冇睇過，但有冇聽過名字啊？知唔知邊個做噶？嚇、啊？唔知嚇？邊個啊？鬼才天報隊，無間道喎、啊，呢、這個係港產片嚟嘅喎，唔係天報，係啦。無間道呢，無間道呢就是梁朝偉、啊、劉德華、啊、咁呢就是兩位還有很多其他大明星一起做啦。咁呢他改了個名字無間道呢就很多人去買飛睇啦。點解呢咪就因為點解呢好多人就究竟咩係無間道呢唔明啦唔知啦咁去睇究竟呢套戲講咩呢原來佢只係兩個字可以講到佢個劇情，就係、是、卧底，就係、是、差人有卧底，壞人又有卧底。其實佢講嗰兩個字卧底就已經講曬，但係佢唔用卧底、啊、因為用卧底咧，大家知道唔、吸引啊，所以佢就諗一個比較特別嘅名字，又有意思嘅名字，就改咗叫做無間道。呢啲就係諗度竅嘅人咧，去度出嚟嘅。想一個好的名稱呢、啊、就會幫助那套戲啦、那個、票房啊幫助那個、宣傳啊各樣嘢呢是比較好一點的。所以大家呢去想、啊、你們去寫你的劇本的時候呢除了要定題材你想定一個喜劇啊環境劇啊諷刺劇啊歷史劇啊還是、啊、悲劇都可以。年青人的偶像劇都可以是不是又或者是愛情劇呢很多愛情劇的、啊、又或者科幻呢、啊、W 平衡時空這樣大家看到、哦、平衡時空這樣是什麼來的呢這樣現在都很流行說第幾度空間那些這些名字呢就是比較呢吸引人呢就去開這些、題目來到去寫劇本的世界末日這個很平衡我俾多五分鐘俾你，諗一個更加好嘅名字，好唔好？好啦，跟住咧，有咗故事，有咗題材啦，即係有咗小智，有咗比家超，嚇、啊，即係有知道講啲乜嘢題材啦。咁就要講下講下小智、比家超同埋叮當、大雄佢哋嘅關係係乜嘢？嚇、啊，即係所以我哋有個叫做人物關係樹啦，嚇、啊。什麼人的關係樹呢就是說究竟這個比家超這個小智他有沒有家人的他有沒有爹地媽咪的有的一定有的他有沒有朋友的我沒有什麼的我比家超就是他朋友那你可以去創作一些他的朋友咯是不是或者靜怡啊是不是將他撈在一起咯是不是那你可以有朋友啦可能有沒有弟弟妹啊小智都可以有細佬妹嘅喎，係嘛？嚇大個咗係咪啊？咁都可以有好多。佢有冇寵物咧？可能只養只，除咗比家超之外，可能養一隻貓咧，係咪啊？一隻加菲貓都未定㗎，係咪啊？咁呢啲咧就係、是、一個人物嗰個關係係有關係嘅，因為嗱你有個題材啦，有個固定嘅人物。啊、有比家超，有這個小智，有大雄叮當，但是他們都有家人，都有朋友，都有老師，都有同學仔，有很好朋友的同學仔，有憎到他死的同學仔，都不定的。那這些呢就是人物的關係，那你們要寫劇本的時候呢就要想起這些人的關係，
咁咪可以寫到一啲情節落嚟噶啦。OK， 好啦，跟住就諗橋啦。好啦，有比加超，點解啲 Pokemon 高咁受歡迎呢？因為你要捉佢啊嘛，嚇！你周圍去捉佢啊嘛，仲要睇下嗰只精靈有幾多嚇，有幾多個 MCP 係嘛？係啦，有幾多個值係咪？唔識玩，我都唔識玩嚇。但係咧，呢一啲咧就係裏邊嘅趣味啦，就係故事裏邊嘅情節啦嚇，故事嘅內容可以諗啲乜嘢嚟發展啦嚇。OK， 跟住就分場，分場好重要嘅。因為咧，你唔會由你做五分鐘嘅劇由頭講到尾，啲人聽到好攰。我聽到講到好攰嚇，好攰。所以一定要分場，大概幾耐有個分場咧？分零兩分鐘到啦。如果你做一個十分鐘嘅劇或者五分鐘嘅劇咧，大概分零兩分鐘咧，有個轉換嘅場景嘅，喺個分場嚇。分場之餘咧，跟住咧就開始寫對白啦。他講啲乜嘢咧？咪寫對白咯嚇。對白嘅內容係點樣樣咧？又靠啲同學仔去諗咯喎。又好似頭先咁樣撞橋啦嚇，腦震盪去撞橋咁啊！講啲咩？你一句，佢一句，佢一句，一句。究竟串連起上嚟係唔係一個好嘅故事咧？咁啊，睇下大家嘅創作意欲同埋嗰個能量去到邊啦。講到呢度，有冇同學仔好想問下問題咧？通常都呢個時候就好靜嘅。咩話？幾時分場啊？咁就睇下需要啦嚇。嗱，當小智同埋呢個比卡超去到河邊嘅時候咧，就發現咗有一個動物咧喺個河裏邊伸咗上嚟啦，伸咗頭出嚟啦。咁呢個時候係一個緊張嘅時刻。咁呢個時候咧，可能就係一個連接啦，一個下一個場景啦。有啲人就中意個緊張嘅時候咧，做一個轉場啦。又或者轉場景啦，嚇！呢個小智同比加超，佢由呢一個屋企嚇行出去，繼續捉佢其他精靈嘅時候咧，佢就去由呢一個森林去到鬧市，去過馬路。小智拖住比加超，好唔小心，突然有架噗噗車行埋嚟，撳按咦咁樣，咁啊就肉醬意粉，你都講出嚟，一定好想食啦，係咪啊？咁呢一個咧就係分場啦。當你由森林轉到去啊，一條市區嘅街，呢一個就係轉接，嗰個就係分場位。知唔知道？分場位。咁咧就大概咧，如果你一個五分鐘嘅劇或者十分鐘嘅劇咧，大概有六個分場到啦，五六個分場。25分鐘長就會長啲咯，當然會長啲個比例會長啲啦。同埋咧，有啲場口咧係可以長少少嘅，譬如佢講到一啲好嚴重，佢講緊一啲啊點樣捉 Pokemon 嗰啲細節啊，或者啲規矩啊、啲方法咧，要講多啲嘢嘅，諗多啲嘢嘅時候咧，個場口長啲咁就得嘅啊。但係大家記住喎，廣播劇咧有一樣嘢咧就好衰嘅，就唔係經常轉分場。知唔知點解咧？太短，我都知道太短。點樣太短咧？講嘢時間太短，情節因為咧，大家知道廣播劇得個聽字嘅啫，就冇得睇嘅嚇。咁我聽緊哦，小智原來本身喺個森林裏邊嘅啊，呢度聽到鳥語花香啊，見到有獅子喺度叫呼嚇、啊，有老虎喺度大嗌嚇、啊，或者大笨象喺度叫囂咁樣，咁知道呢個係森林啦。咁佢又突然間佢就轉咗去一條鬧市啦，有車聲啦嚇、啊，有人聲啦，有步聲啦，有啲小販聲啦。咁呢個係街道聲嘅時候咧，係需要個轉場咧係有一啲嘅時間咧俾佢分隔，冇錯啦，分隔咗令到佢咧。聽起上嚟咧，大家容易接受到。OK， 對白咧就寫對白嘅時候咧，就永遠咧都係最難寫個關，因為你有個情節點樣可以精簡咧？上次記唔記得 Eric 教你哋講嘢要精簡啊？呢邊同學仔咧，上次你有冇聽啊？有冇聽啊？
精簡嚇，點樣可以為之精簡咧？講得好簡單，人哋又明嘅，咁啊叫精簡啦嚇。咁咧就要，所以咧你嘅對白咧唔可以太長，唔好太長，因為太長咧啲人就開始悶啦，悶咧佢就會自己咧做其他嘢噶啦嚇。好啦，你哋最中意做噶啦，相信。廣播劇有了劇本了，知道怎樣寫大綱，怎樣起一個劇名，有了情節，有了人物角色，有了分場，寫了對白，跟著老師呢就要跟你們找啱的人選去做演員了、啊、演員呢最重要上次都試過的，是吧？上次試過的大家講過字音啦，咬個字啦，上面的同學，我想問一下你們啦，你們試下用口多屎聲，你們是不是洋葱圈啊？你記不記得上次那個？我不會考慮這件事。我想問一下你們，通常做演員呢有幾樣嘢一定要試嘅，除咗呢一個要做個角色啦嚇，有自己把聲啦，要開聲啦之外咧，仲有咧就係話佢哋究竟啲同學仔講嘢嘅時候，佢嘅咬字清唔清晰？我想問下啲同學，我想你哋數一二三四五。三四六七八九十，我叫你一至五再數咁多嘅。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你都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嗱，好多同學咧都係一二。三四五是錯的，應該是一二三四五，不是五，是五、啊、是五。你說男同學女同學給我聽，問下這個先。男同學，女同學。OK， 呢個咩音啊 ？N 音、鼻音，今日男同學咯。男同學，女同學。男同學，女同學。咁啊，記住係男女咯喎。講唔講我？講唔講到我同你咧？我你我咧係有個鼻音嘅嚇、啊。我你你我你我你你哦。哦、oh. ，錯啦，係我有鼻音。我、oh. ，no， 你你，好，好吧。我你我你我。好欣賞你，我你唔得，我你你嗱，我發現咧，同學仔都係啦，大部分咧香港嗰啲小朋友咧係用唔到，好懶用鼻音。好唔中意用鼻音，所以變咗成日得我就冇咗我嗰個發音。
即等於牛，但係好多人講咗牛，係咪？啊，咁呢個咧就 N 音同 L 音咧，大家咧好多同學咧就係、是、咬字唔係好清晰啦，所以咧要奉勸啲老師們，如果你要揾演員嘅時候咧，要揾得發音比較準嘅，因為上次 Eric 講過廣播劇真係得把聲嘅啊。如果你講嘢唔清楚，發音唔準嘅話，人哋就聽唔到，人哋就會 lost 咗個 concentration， 即係冇咗個專注力啦嚇。嗰個隱藏嗰個神秘嘅六百字就唔見咗啦嚇，冇咗啦，因為聽集中唔到聽嚇、啊，所以老師揾呢一個演員嘅時候咧，就留意啲同學仔有冇難音，好嗎？咬字啦，聲線啦，頭先我話要用啲大聲啲嘅，好多時啦，我再請後面啲同學仔咧試下嚇。啊，咬字同埋感情，咁咧我俾三個字，大家試。你要穩定隔離嗰位同學仔，邊個你同隔離同學仔啊？兩個兩個，好冇？好啦，穩到啦嘛，咁你就試咯喎。感情。用廣播劇感情呢樣嘢咧，就要做戲咧，就一定有四樣嘢，就係、是、喜、怒、哀、樂。OK， 你聽過啦。你哋用三個字，你好嘢。咁你就用四種唔同嘅情緒去講你好嘢。試下，而家大家試下，試下，試下先。喜怒哀樂，點樣用喜怒哀樂講你好嘢咧？試下。試唔試到啊？試唔試到啊？嚇？知唔知道啊？唔好怕醜喎、啊，喜怒哀樂講你好嘢呢三個字，嗱唔容易講噶，唔容易講噶，三個字越短越難講，得唔得？好，試咗未啊？同你一隔離鄰舍講咗未啊？我想嚟後面咯喎。我咧就最後呢幾行咧，我想問一下啲同學仔，你點樣用喜怒哀樂講你好嘢嗰三個字咧？
嘢。有冇分別啊？冇啊，都有少少嘅，俾啲鼓勵上聲佢好唔好啊？好啦，到你啦，你只得人哋多，到你講啦，你咁叻，交俾你。咪做咪做，嚟，你好嘢。你好嘢，我唔落。你好嘢，你好嘢。你好嘢，你好嘢，唉。你好嘢，你好嘢啊！好啦，大家見到啦，演員嚇，演員咧就係咁樣噶啦，就係講喜怒哀樂。咁老師咧，佢揀演員嘅時候咧，就係用一啲感情，究竟嗰個同學仔講嘢有冇感情啦？去到咧係講呢一個台詞嘅，有感情咧就會講得會比較動聽啲啦。同埋咧，亦都可能有啲老師或者有啲同學仔會問啦，究竟講故事同埋講廣播劇有咩分別呢？嗱，廣播劇咧係有演員係會分工嘅，小智就小智，比家超就比家超啊。呢、這個大雄就大雄，叮當就叮當，就唔係一個人講。如果講故事咧，好多時候得一個人講，就由頭講到落尾。嚇、啊！這個、呢一個咧就故事同呢一個廣播劇嘅分別啦。好，跟住咧音響效果，音響效果咧一陣間咧我會請啲同學上嚟嚇、啊，或者同學咧自己諗下，如果好想上嚟試下咧，都可以試下嘅。咁我台頭上邊咧就有呢一啲草棚，係咪？尼龍草可以做啲咩咧？啦啦隊啦，但如果我哋做啲音效，可以做啲咩咧？可以做風聲，風聲點做啊？唔得。嗱，呢一個大家諗下啦，呢一啲草頭聲咧，其實咧就可以做草聲啦。我哋小智同埋比家超喺草地上面行咧。要 set 一個麥啦，嚇 set 啲麥啦。咁咧，我哋揾啲同學仔上嚟做咯喎，嚇、啊、試下做咯喎，好唔好啊？邊個上嚟？邊個好想講故仔嘅上嚟？哇，好多人喎、啊，好，你上嚟，上嚟。後邊咧，啲大個啲大哥哥大姐姐咧，嗱，大家估下啦，我哋可以做下一啲現場效果啊，做風聲，大家諗下點做？用試下用嘴，用你個氣啊！哇！痛濕曬啦！風聲，啲風通常輕輕咁吹嘅。得，係咪夠氣咧？你得唔夠？你咧試下。要吸啖氣，吸啖氣，慢慢吹出嚟。喂，我而家嗱試下呢位同學先。OK， 到你啦，你好想試係咪？似唔似啊？似唔似風聲啊？落雨添啊！哇，你都要求幾個高喎、啊、OK， 頭先有風聲啦。好啦，咁咧嗱，你做風聲，佢做。他做咧風吹嗰啲樹葉聲，你做風聲，你吹啊！大家聽唔聽到啊？自己聽唔到，但係出邊嘅同學仔聽唔聽到咧？聽到啲樹葉聲嘅係嘛？咁咧，大家咧就要可能要搏啦。你唔夠氣咧，就揾同學仔幫你手咯喎、啊、有樹葉聲啦，風吹樹葉聲啦，咁我哋試下同學仔試下用呢一個做草地嘅步聲。
草地行啦，啊，比家超喺草地度行緊啦，係咪？同小智啦，啊，比家比家比家超咁樣，係咪？得唔得？試下先，得唔得？嗱，有一樣嘢咧，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可能咧同學仔咧就好少用麥嚇，好少用麥。嗱，呢一種咧就叫做我哋叫dynamic麥嚇嚇。咁咧呢個係動圈麥，點樣咧就係話佢咧就係好要好近咧先收到聲嘅嚇，好近先收到聲嘅。而呢一啲咧我哋另外咧你會見到喺電視見到嗰啲歌手啦，戴住個 headphone 啊，戴住個耳筒咧去唱歌，咁個麥一扁扁地咧。那些叫做電容麥 condenser 麥，那些呢就是收集音收得很重要，但它是最原音的、啊、我們很多時候呢在電台錄廣播劇呢都是會用 condenser 麥，就不會用這種麥，因為這種麥呢只是走到過來才有聲的。還有呢要告訴同學仔你用麥的時候呢應該怎樣用、啊、麥呢通常我們呢就是會隔一個 拳頭到啦，咁先至為之係比較準確嘅。啊，我今日嘅狀態唔係幾好，我要埋咪少少啦，咁啊先至咧去埋咪啲嚇。同埋咧，有啲同學咧好中意咧，啊個咪有冇聲咧就喺度拍佢啦，啪啪啪，就喺度嘣嘣聲喎。其實呢一個咧就係好差嘅，因為咧係會就會拍爛咗裏邊咪嗰啲零件，就好快啲咪咧就唔使玩，冇得玩冇聲啦。咁所以大家咧試咪嘅時候，唔係用個手去拍個咪。而是用把聲去試的 1, 2, 3, 4 1, 2, 3, 4 夠不夠聲夠不夠聲 1, 2, 3, 4 去試下不同的地方 1, 2, 3, 4 或者用去試聲，試到個麥有自己的聲出，聽到自己的聲音，那才用麥，好不好？那現在懂得用草了，有草聲有風聲了。好了，見到這個是什麼呢？這個是一些很薄的紙，是嗎？垃圾袋一個，可以做些什麼呢？裝垃圾。如果你們呢去做一個，譬如說比家超和這個小智，他們在個沙灘上面，在個沙上面走呢，就是這樣。你不要看著他的樣子，你聽他的聲音。行快啲，因為咧沙咧就比較輕嘅，嚇，同頭先啲草咧就會唔同嘅，好冇？咁大家知道咯喎，原來呢個垃圾袋唔係淨係裝垃圾，其實好有用嘅。咁呢一個咧，呢啲咁樣嘅現場效果咧，你哋咧就可以加落去你哋嘅劇本裏邊，而令到個劇本咧更加生動啦，更加活潑啦，好冇啊？你試下，得唔得啊？得唔得？你又試下，好，行啦，係啦，行快啲，再快啲，跑啊，跑啊，係啦，嗱，記住唔好撞到個麥喎嚇。好啦，記住，行快啲，行快啲，行快啲，好啦，你試下。靜靜地咁行咧，係啦。好啦，呢兩種係呢啲係咩嚟㗎？各位，竹籤同埋膠袋。竹籤同埋啲薄嘅膠袋，可以做啲咩咧？揾唔揾到啊？可以扮跌落地下嗰啲。哦，求籤咁樣啊！嗱，我竹籤咧，我就用兩個橡筋綁住嘅。咁咧，就用力扭佢咧，向左右扭。咁你咧揸住呢啲咯喎，咁可以做啲咩咧？啊，頭先有同學講咗啦。拼命塔啦。嚇？火火聲。火。係可以做火嘅聲音。係火喺度燒緊barbecue啊，燒緊雞髀啊，燒緊雞翼嘅時候啊，腸仔嘅時候咧聲音。咁有啲油脂滴落去噶嘛，咁咧有啲啪啪聲啦，咁嗱呢兩位同學要合作咯喎。
你又負責去扭佢。小扎級，你好，你好，你呢？我嚟自码头涌公立小学红磡湾。你呢？我嚟自圣安多小学。嗯，你叫咩名啊？余永诗。好啦，我嚟自圣安多小学，我叫梁海晴。大家好，我系圣安多小学嘅魏明津。OK。你边啊？我系码头涌公立小学嚟嘅李卓欣。我是码头涌公立小学的高琪。OK， 现在我们呢现场呢有二、四、六，有七位同学仔呢一起做一个即兴剧场。刚才我们讲了一些效果声，刚才就试过了。那究竟个故事是不是好像刚才我们用逐脑震荡的时候那个发生那样，即是很快就完场呢？这样我就交给下现场呢有三位轮流讲故事的同学仔了。我给咪交给你们。当丁双叮当遇上比家超，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朝头早。在森林里面有一些风吹散在树上，有一些雀仔在那叫。叮当在那唱的歌，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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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比家超在那别家别家。他們突然相遇上，這時比卡超說，比卡比卡，就是說你是誰啊？叮咚吃了一塊番耳糕就說，我叫叮咚，
我哋不如去潛水啦。但是叮当因为他是机械猫，所以一掂到水他就会烧了。跟着叮当就坏了。以后比卡超见到情况不妙，以后就即刻冲咗落去条河度救咩啊？唔可以喺河度潜水噶，喺海度潜水。然后就救咗叮当上嚟，但系由于美卡超系一个电系嘅小精灵，所以佢电死晒喺海入边入嘅术语，冇错啦。后来叮当使用咗佢嘅自行修复系统，佢话佢好多谢比卡超，如果不是比卡超的帮手，他不可能回到陆地上面。跟着比卡超就带着叮当就回了他家，跟他庆祝吃了一大餐东西。叮当见到在比卡超的家里面见到小子，然后小子就跟他说，我可不可以修复你啊？然后叮当就说，我不可以，我是来自二十二世纪的机械猫，精灵球是做不到我的。没想到小智抛出了一个机械精灵球，将哆啦 A 梦捉了进去。跟着叮当和比卡超就好，即係成日都一齊喺度玩，就冇任何嘅爭拗。OK， 咁就完啦，完未啊？拜拜。從此就過上幸福快樂嘅生活。現場。好，我哋多謝現場呢七位同學仔嚇，好幫手。我哋停一停，我哋影張相先好唔好啊？我哋影張相先嚇，啲同學仔做個紀念啊！我現場做了一個即興劇啊！呢個當叮當遇上呢個比卡超，比卡比卡比卡超，超超超！啊！呢條鴨仔好得意喎，好得意啊！我唔係大雄，我又唔係叮當，你估我係邊一個？我是哆啦 A 梦耶。嗱，同學仔咧就可以翻去，我諗老師咧就可以試下用呢個方式咧，同啲同學仔喺學校咧去練習下，或者點樣寫劇本啦，點樣做啲音效啦，點樣利用演員嘅聲音啦，咁咧同學仔又比較現場比較怕醜啦嚇，咁咧可以試一啲唔同嘅劇種，然後試一個最好嘅劇本去參加比賽。咁咧就係我哋今次咧呢個工作坊咧就好想達到嘅目標嘅。好啦，多謝你哋啊 ，thank you， 俾啲掌聲佢哋好冇？嗱，現場咧就係啲同學仔咧都好踴躍出嚟嚇，不過後邊啲大哥哥大姐姐咧，特別係我哋個歐巴咧又唔肯出嚟嚇，我哋有啲可惜嚇。不過時間都差唔多啦，咁我都好想咧問下現場嘅同學，對於廣播劇。點樣做廣播劇？而家係咪有個比較初型嘅一個認識之道啊？嚇，有冇問題想問呢？有冇問題？好，請講。轉場點樣轉啊？哦，譬如佢頭先我話比卡超由佢屋企，跟住咧佢就去到另外一個地方咁樣咧，你可以用音樂去轉場嚇，用音樂。由呢一個環境，由屋企轉到去森林或者去海邊咧，佢用音樂做過場嘅。有啲人咧就係用聲音嗰個音效啊，即係可能屋企咧就冇乜聲啦嚇，最可能得個廁所沖廁所聲啊嗰啲咁樣。但係咧去到條街度又有街聲，有車聲，咁慢慢聽到街聲有車聲咧，呢個都係一個轉場嘅方法，用兩個方法可以分場轉場嘅。仲有冇同學想問？因為你哋將來會做廣播劇噶嘛，你哋會參與噶嘛，
你哋當然要知道個細節啦嚇。有啲咩想問啊？有啲咩想問？諗諗到？如果冇嘅啦，再將時間交翻俾大會嗰度噃。係，我哋首先好多謝姚小姐咁精彩嘅分享啦，都希望各位俾啲掌聲姚小姐。係，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完結之前咧就有幾樣嘢嘅。咁首先咧，我哋希望係可以影一張大合照啦。咁就麻煩阿 Annie 咧就坐喺第一排嘅位置。一、二、三。一、二、三。